骷髅小精灵三只麻烦排行榜，他们有百变的魔法，还拥有各种神奇的道具，可骷髅小精灵们还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麻烦。是这个世界太调皮，还是精灵魔法太无力？今天的大仓库，让我们一起捡起骷髅小精灵们呐、不堪回首的记忆吧。骷髅小精灵三只麻烦排行榜，拖延症，麻烦级别 B。可凡患了严重拖延症，不仅影响自己，还殃及了呼噜小精灵们。虽然是小麻烦，但是遭遇拖延症，他们会怎么解决呢？不就完了吗？看来可凡的这个拖延症已经病入膏肓了呀。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不知道的头都被熏晕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了这么大的味道啊！哎呀呀，香香的丫丫都熏臭了。嚯，这什么味儿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真能把人熏晕了。伟大的国王，大头还真是个说到做到的孩子。哎呀呀，小精灵们快找找，这个味道是从哪儿出来的？大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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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头！哦，伟大的国王，叮叮找到了啊！哎呀呀！你们都别动，你们都别动，这个很有可能是毒鸡蛋，毒鸡蛋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毒鸡蛋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可怕。伟大的国王该怎么办？报警！小心，小心！警报解除，警报解除，是一袋垃圾，是一袋垃圾。啊！垃圾？你们也太邋遢了。大热天的，这么多垃圾早就发酵了。对不起，警察叔叔，对不起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行吧，辛苦警察叔叔。辛苦了，叔叔慢走。再见，警察叔叔。再见，再见，警察叔叔。警察叔叔再见。辛苦了，警察叔叔。呀呀，不知道，一定是不知道偷懒，让倒垃圾不倒，就放在这儿了。怎么会是不知道？不知道每次都按时扔垃圾，哼，肯定是 AI 呀没扔，就是。是不知道。就是 AI 呀。等等，等一等，知道是谁了？谁呀？上个礼拜，等一等，让可凡帮忙倒过一次垃圾，就是刚才那个黑袋子。哎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肯定是可凡那小子干的。哎，他向来做事就拖拖拉拉的。哎呀呀，可恶的可凡，一定要得到教训。突然把我叫回来干嘛呀？喷天上去了，这是怎么这么臭啊？大头是不是你啊？自己做的事还怨别人，什么玩意儿你？可凡还有意思说啊？上个礼拜，等一等，让可凡帮忙丢垃圾。为什么没丢？为什么没丢？垃圾？那个垃圾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呀是想攒着，说过两天两包一起丢，攒着一起丢。可恶的可凡，哎呀呀，都熏臭了。过分的可凡，顾客们都被熏跑了。讨厌的可凡，大头被你熏晕了都。傻可凡，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就是个垃圾大点的事吗？不算大事，这样吧，过两天等我有空了，给你们道个歉，不就完了吗？就这么两天，看来可凡的这个拖延症已经病入膏肓了呀。哼，等一等，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喷天上去了，这是谁干的？过两天跟你们算账。哎，这。等一等啊，你这给他注射是毒药啊？不，等一等，注射的是梦。骷髅小精灵三只麻烦排行榜，小精灵的弱点，麻烦级别 B 加。喜欢骷髅小精灵的你应该知道，不知道有一个致命弱点，那就是花生酱。饿死等一等了，饿死丫丫了，饿死不知道了。
呀呀，可烦！丫丫都饿瘪了。可烦！嗯，都下午了，怎么中午饭才到？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中午饭跟下午饭不都差不多吗？哎，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，快吃吧！哎呀！哎，等一等，怎么了？小精灵三只麻烦排行榜，动物麻烦级别 A， 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像看起来那么可爱，跟动物打交道呼噜小精灵们已经够头疼的了，居然还有动物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帮小鸟当人类，当人类，这个麻烦怎么收场呢？小精灵帮小鸟，嗯，帮小鸟当人类，当人类，嗯，当人类就一天。等一等，你就帮帮我的小鸟吧，我经常梦见他说想要当人类，原来这是真的呀。嗯，伟大的国王。哎，不知道都知道，小精灵是不可以随便变出一个新人类的。嗯，有了，可以把小鸟变成我的样子，就说我晚一天出国。哼，那怎么可以呢？要是小鸟，嗯，给可乐考一个零分呢？这个丫丫，丫丫有个好主意。这可是，如果小鸟给可凡哥哥考了一个零分怎么办？丫丫，可凡的妈妈又不会罚可凡写毛笔字。可是，嘿。可乐不是特别想见爸爸妈妈吗？啊，快走吧！再见，可乐！快点见，没有关系，拜拜，可乐！小精灵的恶作剧，一击棒！反正样子太丑了吗？丫丫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小鸟是想变成这样，这难不倒丫丫。呼噜呼噜呼。小鸟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可以，好看。哇，彩虹头可还行。凤凰，高贵，你看这，凤凰头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大头，走打球去。哎，你那凤凰头呢？什么凤凰头？打球去。哎呦，你那么高贵，还打球？算了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，什么凤凰头？是，你不去我去。你看，你这是我的小宠物，它叫小嫩。你是不是饿了？来，啊！可凡，你干嘛呀？真是的，别闹！来，我给你喂点好吃的。嗯，是不是饿了？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，小嫩？啊？你干嘛呢，可凡？你没看到我这正担心着呢？别闹！小喇叭，找你呢，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哦，老师，快点。你先帮我看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小娜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呀，
看我给你找到什么了，你丢的钥匙。可凡，你说你把我小嫩弄哪去了？啊，什么小嫩？这叫小嫩？小嫩不见了、啊、我要和你拼命、啊、什么情况？一级棒、yeah, 这次可凡总算是受到惩罚了。哎，小精灵是时候把小鸟变回去了。嗯，不叫小鸟，哎，那可不行，小鸟变成可凡了，可凡怎么办？呀呀，两个可凡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嗯，不叫小鸟，呆嘞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快拿机器别让小鸟跑了吧。哎呀，闪开呀呀，哎呀呀，别想冲进小鸟、啊、不知道，躲开啊！呀，不如闯祸。哎呀呀，嗯，哎，等一等，有办法了。嗯，哎，呀呀，驯兽师。嗯，等一等，想请驯兽师，发出一种鸟儿无法拒绝的声音。啊、哦，对付小鸟，好说。嗯，爷爷，爷爷驯兽师真棒！小鸟，小精灵三只，麻烦排行榜，可怕的淘气鬼，麻烦级别 S。这是小精灵们第一次遭遇 S 级的麻烦，葫芦国出现难缠的小孩，就连调皮大王可凡同学都甘拜下风。小精灵们有什么破敌良策吗？哎呀，淘气鬼，别来了！等一等！啊啊！伟大的魔王！小不点儿，休想捣乱！等一等！我就想藐视！休想欺负不知道数的鬼，不知道藐视！小精灵大小鬼！天王盖地虎。宝塔镇河妖，你是朋友？见一步说话，见一步说话。东西带都在包里呢。哎，路上安全吗？万无一失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来来。谁说十八岁以下不许喝这个？让那些不公平的规则都见鬼去吧！干杯！哎呦，快点快点！在哪儿呢？就在前面。听见吗？好像有人过来了。怎么走？要不咱先找地儿躲会儿吧？好。躲哪儿呢？这没地儿躲呀！啊，垃圾桶啊！没地儿了，那怎么说怎么办？钻吧。怎么那么倒霉啊？不就想喝个饮料吗？我受不了了，都是那些破规矩惹的祸，笨天上的。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这些破规矩了，我要消灭这些规矩。哎，小精灵，你们不是专门帮别人实现梦想吗？能不能帮帮我？可凡，
有什么梦想啊？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消灭这些规矩，换我一个自由的世界。可以实现这些梦想啊，真的。但是，可凡要通过一个测试。测试？什么测试？在呼噜国，还有一种精灵啊，叫做淘气鬼。啊！只要可凡能和淘气鬼共度一天，就算通过测试。淘气鬼？就这么简单？一点也不简单。淘气鬼不会遵守任何的规则，太可怕了。不遵守任何规则？哟，那我们一样啊，是同类。呀呀，可凡，看看不知道的胳膊。哎，记得记得记得，就是淘气鬼弄的。可凡，还要测试吗？嗯。我测试吧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但是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和平相处的。你好，就是个小屁孩啊，好像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是谁家小孩啊？这么不懂规矩。哎呦，摔死我了，好疼啊。别跑，给我回来。哎，你别跑，给我回来，回来！上午玩刀子，下午翻窗，还瞅我那儿，不让你干嘛你干嘛？你，哎呦，给我回来！我一个你好，你也太没规矩了！哎呦，疼疼！哎，别跑，给我回来！哎呦喂，别跑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抓住你了吧？跟你可凡哥哥斗，你还太嫩了。走，坐这儿。哎，给你上上锁。哎，跑不了了吧？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哎，来，小凡，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零食，想不想呀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一书包都是你的。怎么样，听不听话？这就对啦。哎，先给你吃根香蕉吧。告诉你，只要听可凡哥哥的话，这些啊都是你的，你可凡哥哥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听到没有？以后别再闯红灯了。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命呢。哎，这一天呀，可让你折腾死了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等等！让你扔到垃圾桶里，你怎么乱扔啊？这要砸到人怎么办？哟，完了，砸到人了吧？都是你害的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哥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哥哥，喝水。原来你也知道害怕呀？害怕了吧？好。那我暂且先放过你。哥哥，咸吗？咸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小精灵，我不玩了，快把他送走吧。不玩了。肯定躲在这儿，这次一定抓住你，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。就是你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气死我了，这个小屁孩。快把他带走吧。呀呀，可凡的绷带太难看了。
绷带也漂亮，哎呀呀，真棒！别让我都要受不了了。小精灵三只麻烦排行榜，恐怖的隐形纹，麻烦级别 SS。看不到的可怕生物，攻击力空前强大，葫芦王国里竟有这样的可怕存在，不赶快解决麻烦，恐怕大家都要遭殃了。葫芦国的隐形纹，葫芦羊啊，可怜的不知道，还不是因为不知道要给等一等把葫芦国送发明，好让等一等获得葫芦国的最高发明奖章。最高发明奖章？那等一等得到了吗？啊，好像葫芦王不太喜欢等一等的发明啊。最高发明奖章，这是等一等的毕生追求啊，等一等是不会放弃的。啊，不知道更想啦。哎，不知道可以秒睡啊？对，不知道秒睡，不知道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等一等，现在最应该发明的东西就是对抗这个东西的东西。等一等，看什么？听没听见人家说话？等一等，现在发明好像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呀呀，怎么会来不及呢？是不是等一等从小被盯到大，都盯傻了？哎呀呀，等一等真没用。再过五秒钟，哎呀，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等一等，在说什么？三，等一等，太奇怪了。二，哎呀呀，等一等最喜欢装模作样。是，一，哎，哎呀，好痒啊！哎呀，好痒啊！哎呀，哎呀呀，好痒啊！哎呀，好痒啊！不知道快起来，不知道顶一二秒睡。伟大的国王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有一只隐形纹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了这个树屋。等一等，绝对不能让这只隐形纹逃出树屋，因为在地球上没有隐形纹的天敌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现在立刻马上，小精灵要封锁树屋。哎呦，输了吧？乐乐乐，我就不信我还赢不了你了。哼，怎么着？再接一步说话，你就再接一百次，你都赢不了我。来了啊，来，哇！大刀输了吧？你看天上有只牛，牛为什么在天上飞呀？因为地上有人吹呗。啊，冠军，你说谁吹牛呢？哎，可吧，要不是刚才有只蚊子在那嗡嗡响，我才不会输给你。哎呦，蚊子，你编理由也编个高端一点的理由啊！现在哪有蚊子呀，大哥？嘿，对，也是。哎，可是我刚才真的听着一只蚊子。哎呦，还装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啊啊！嗡嗡！哎呦，大头不至于，咱俩就玩个摔跤，输了不丢人。你这还直奔奥斯卡影帝，还停不下来。不，你别说话，真的有一只蚊子。过来。嘿，得，你这还入戏了？那我可不跟着你犯傻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了。加油啊，影帝！别说话。就在这！哎呦！哎！痒！疼！痒！疼！痒！疼！哎呀！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离开树屋，一定要把这只隐形纹扼杀在树屋里。扼杀在树屋里，牺牲三个小精灵，牺牲三个小精灵，保卫人类大地球，保卫人类大地球，行动。
哎呀啊，好痒啊，好痒，哎呦，疼疼疼，哎呦，啊，口白口白，你快来，快，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你看，哇，又疼又痒，可难受了。大头，你现在这是影帝也要当，化妆奖你也要拿呀？不是，我没骗你，是真的。哎呀，你说你为了个影帝，在自己头上顶个大包，你难不难受啊？我看看，你看。哎呦，哎疼，别摸，做的还挺真。你现在呀、已经入戏了，我可不看你这戏了。哎，对，干嘛？我怀疑，是有种奇怪的蚊子入侵地球，要毁灭地球。难道你不担心吗？这么可怕呀！啊，对，天哪大哥，你这已经改成科幻片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现在用一个谎言去弥补另一个谎言。恶性循环呀、你这戏演演就得了，过过瘾好不好？该上课上课。哎，可完啊，那个我发誓，我没骗你，这是真的。哎，好，我也发誓啊，我相信你是在演戏。你怎么就不相信呀、我啊，对啊，那个我被蚊子咬的时候，大米看见了。咱们把他找来，你问他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。哎呀，有只青蚊子咬炸头，是这样吧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啊？行了啊，这样吧，我呀帮你去找大米，对不对？大米只要一来，他就能证明这一切全都是假的。哎，爸爸，真的证明这是真的，行不行？行，你乖乖的啊，那也别叫了，我去帮你找大米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去了。那你快点啊。哎呦，好痒，大米，大。哎，又来了！嘿，你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！我的肉不好吃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！小精灵有很紧急的情况，现在不能出来。哎，你们在树屋里啊！哎，赶紧出来，我快完蛋了，我。可是小精灵如果现在开门，地球就要完蛋了。哎呀，我不管，哎，我被一个奇怪的蚊子盯上了，他现在想折磨死我。蚊子？呼噜呼噜呼！大包。大包？哎，你们也有大包啊？哎呦，我终于找到同伴了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，不是夏天也可以有蚊子。哎，大头，那不是普通的蚊子，那是隐形蚊。爷爷不知道，不要再说那三个字了。隐形蚊，他们是隐形的。哦，我说呢，我只能听见嗡嗡声，看不见他们的影子。伟大的国王，大头说什么？能听到嗡嗡声？对呀，你们听不见吗？哎呀呀，小精灵，你听不到也看不到。伟大的国王，这下有办法了。嘿，这都开始抓蚊子了，你就把这个摘了。别动蚊子，打死我也不会脱的。看你胆小的样子。哎，这是等一等的最新发明喷雾，效果显著，而且无副作用。等一等，简短点。那好吧，来，小精灵开始吧。仔细听。哎，我怎么什么都听不到了？已经来了，来，大头，怎么回事啊？看他胆小如鼠那样。哎，你看跑的都没影了。好痒。你们是奔跑的阿凡达吗？让你不听我的话，知道你们的厉害了吧？嘿，他幸灾乐祸。让你幸灾乐祸。你说吧，进来了。那我们这里呢？快，你先上来。什么情况？
我看看，哎，你看他脸上那个印儿，看来蚊子终于被消灭了。不，这只隐形蚊只是被暂时的昏迷了，要立刻马上送回葫芦国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什么呀？好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大头委屈了，什么意思呀？啊！三只麻烦排行榜，邪恶外星人，麻烦级别 SSS。 呼噜小精灵不小心打开传送门，邪恶外星人入侵地球，小精灵们惨被变成玩偶，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烦，谁能来拯救地球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打扰我征服宇宙？你们啊，这里是地球，等一等，不小心打开了传送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正好也把这个地球征服了吧，我见我的仆人，你们好。我们丫才不做丑八怪的仆人。敢说丑我，地不得给我变。变成了蜗牛，太可怕了，不知道秒变，秒睡，秒睡外星人，对。不知道可以秒睡外星人，哼，不知道秒睡，不知道秒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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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丑八怪，太过分了，快把等一等的朋友们都变回来，也变你，这给我变！骗我！你变文具！哎，别！我当你仆人行不行啊？好，做我的仆人，你跟我征服地球。哎，可怕！哪事不好了？赶紧跑吧，赶紧跑吧！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么慌张干嘛？外星人来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哎呦！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？哪有什么外星人啊？我真的看见外星人，他们把小精灵都变成玩具了。哎呦，你这么厉害啊！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有外星人在，有我可烦。哈哈。外星人！哎呀！为什么背叛我逃跑？你我没背叛你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练负重训练，你看，一二三负重，把它变成玩具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变！行径怎么用啊？袭击我？我不敢不敢，我就是想问你这个变异器怎么用。我会了我会了。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，快变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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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变。主人，主人，你看我把可凡变成玩具了，你看你看。好，继续征服地球，我们遵命。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外星人入侵地球了，大家快出来啊，快出来啊，外星人入侵地球。小喇叭，小喇叭，快快快帮我，外星人入侵地球了，他们把小精灵全抓了，都变成玩具了，大头也被抓了，我跑出来了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需要大家配合。外星人啊？啊，你说的是长成这样的外星人吗？白鹰好慢，地球人快走。你怎么会成外星人了？你不是小喇叭吗？主人，你回来了。可凡，偷偷放了他你。我没有，没放他呀。老实做仆人你。遵命，遵命。做仆人你。不是，等等等等等。
凭什么做仆人？咱们两个决斗，如果你要是赢了呢，我做仆人；你要是输了呢，你离开地球，怎么样？地球人，好吧。哎，那你不许用那个。没问题。没有了那个，我还怕你什么呀？好啊，开始了啊。先让你出拳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你这个不回头也能打人呐？怎么？输了，你做仆人。我没输啊，我们这儿啊实行三局两胜制啊，你刚赢了一场啊，不算。对，比什么？你咱们比这比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比这个啊，就比这个吧。没问题，比就比。那我先发招了，来吧。接招吧！哎，太慢了你。喷天上去了，怎么可能？轮到了我。我，喷天上去了，怎么样，哥们身手不错。你是都躲过去了。做仆人。喂。喂，木星，地球是我。喂，信号不好。喂，不好弄呀！哎呦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们不是你说话怎么也这味儿了？不对，被他影响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你先把这个我拔下来。哦，疼！哎呦，小精灵了呢？这就是小精灵啊！都已经变成玩具了。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变回来才行啊！等会儿，我看过一本书啊，我有办法。看书。我知道了，你看的是童话书吧？怎么不管用呢？这个？那能管用吗？哎呀！你们俩在干嘛呢？扯喇叭。是你，你给我站住！其实不是小喇叭，外星人编的。好啊，你可恶的外星，看我怎么说你！快闭嘴！我真是小喇叭，干嘛呀？不是小喇叭，他是外星人编的。我刚才就是中了这一招，所以才被押回来的。太狡猾了你！你说什么？我真是小喇叭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可恶的外星人，说谁可恶呢？你，笨了，他真是小喇叭。废话！还不老实你们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至少这里啊是安全的，外星人暂时应该还来不了。外星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刚才邓宇听到了，你们啊！你说他是什么情况啊？神兽？哎，难道那只小仓鼠是他神兽？不，应该是。你过去，我。哎，这是你神兽？不要有神兽伤害我，你们，我错了。那就赶快把我们的朋友都复原。大富。一个金箍鞭。伟大的国，怪我还在。嘿，你们怕什么？这儿有我呢。看着，都照做了，我放过我。那放过你行啊！你看神兽在这儿呢，你得向神兽保证，你从现在就回到母星，然后再也不来地球了。好的。等一等，送客开门。走了，终于走了。哎呦，走了。大仓库特别制作的亲子公益节目《妈咪爱宝贝》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儿童安全知识呢？不是我吃的。正
成小懒小熊耶，安全须知要牢记，我们都是乖小孩，快乐健康成长，妈咪妈咪妈咪爱你。许个愿。我希望能得到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。我许完愿了。好棒，蓝，生日快乐！妈妈祝你健康成长，永远快乐。给，这是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啊，又是玩偶。妈咪爱你。哦，许愿一点都没用，又是个毛毛熊，一点都不特别。我才不是毛毛熊呢。啊，玩具会说话啊！妈咪。妈咪啊！啊，我动不了了。你别跑，我就解除魔法。我不是玩具，妈咪，妈咪！你好，我是瑞，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星球，妈咪爱乐园。遥远的星球，妈咪爱乐园，听起来很好玩啊，可以带我去吗？你会魔法吗？魔法？我不会，那就没办法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会魔法的？当然，我会的魔法可多了，有10000种呢。太棒了，我收到了个会魔法的外星人做生日礼物，我许的愿终于实现了。我才不是礼物呢，我是故意变成玩具的样子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妈咪爱你。哦，好吃。瑞，不能吃这么多糖。哦，蓝，你干嘛呢？哦，啊！蓝，你怎么吃了这么多糖？不是教过你睡觉前刷完牙就不能吃东西了吗？妈妈，不是我吃的。不是你？难道是玩具熊吃的？啊，这糖果这类的甜食对牙齿很不好的，吃太多甜食会让牙齿长蛀虫，这些小蛀虫会在你的牙齿上钻洞，到时候会很疼的，记住了吗？哦，记住了。妈咪爱你。这里有好多好吃的。瑞，谁？谁在厨房？妈妈，是我。哦。哦。蓝，你怎么半夜偷吃东西，还喝汽水啊？汽水这类的酸性饮料，喝太多对身体不好，而且会腐蚀牙齿的。你又忘了牙疼的时候了吧？还有这些，你拿牙咬开的。哦，不能用牙齿咬坚硬的东西，那样容易折断牙齿的。妈妈，我错了。那你下次可千万别再这样喽，快去重新刷牙。好的，妈妈。喂，咦，爸爸，我到地球了。哦，瑞，你怎么样？
我很好，还和一个地球人交了朋友。瑞，第一天到地球有什么收获？我吃到了好吃的糖果，还有怎么保护牙齿。哦，要怎么保护牙齿呢？首先不能吃太多甜食，喝太多的汽水，还不能用牙齿咬坚硬的东西，还有就是吃完饭和睡觉前要刷牙漱口。哦，我的宝贝又长知识了，加油。嗯，爸爸妈妈你们也要保重哦，再见。好，再见了。看了今天的动画片，你能说出怎么做对牙齿才好吗？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，这个小屁孩逼我使出杀手锏。杀手锏什么呀？嘿，阴沉不带。行。